主料：猪瘦肉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芸豆角、黑木耳、冬笋、鸡蛋、淀粉、料酒、酱油、香醋、胡椒粉、香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原料图片：瘦肉切成肉片，用鸡蛋液、淀粉上浆，木耳浸泡会软起净，撕成小片，冬笋切片，芸豆角切成握刀片，肉片用温油滑油，捞出备用。芸豆角煸炒至断生，放入木耳、冬笋，加高汤烧沸，放入肉片，加盐、料酒、胡椒粉、酱油、香醋，继续烧沸，用水淀粉勾芡，淋香油。好了，烹饪技巧：滑肉片是用温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